你看看你带的都是些啥来学校，是不是在宿舍偷偷做美甲？冤枉啊老师，这是我的洗脸扑啊，把它泡在水里就变大了，用来擦难清洗的泥膜，敲干净了的呢。怎么还带 TT 来学校？不是啊老师，这是我的吸油纸啊，我是油皮总是出油，抽一张按一按，油光都被吸走啦。带这个是不是偷偷化妆？老师，这是我的一刻时光洗面奶啊，是纯氨基酸的，很温和，挤一点搓搓就有很绵密的泡泡了，早晚用它洗脸，我的脸就白白净净啦。阿姨来宿舍查寝，把我的东西全扔了。不要啊阿姨。阿姨，这个还是新的啊，这个校还带 TT 来学校。阿姨，这个是我的吸油纸啊，我的鼻子总是出油，抽一张按一按，油光都被吸走啦。阿姨，这个你可以别收吗？你还在宿舍抽烟？冤枉啊阿姨，这个是我的唇釉啊，里面的四支都是不一样的颜色，素颜涂敲显元气的呢。阿姨，这个一刻时光洗面奶怎么也收了？这个不是控料吗？快拿去卖哟。还有啊，这个挤一点点搓搓就有很绵密的泡泡呢，早晚用它洗脸，脸蛋就变得白白净净啦。校花和男票分手了，转头送我一堆好东西。咦，这个唇膏你不要了吗？前男友送的，我太多了。这个涂上嘴后会变成嫩嫩的粉色呢，素颜涂肯定很显气色，这个不还是新的吗？这个磨指甲的一点也不好用。花花，这个是洗脸扑啊，泡在水里就变得软扑扑了，用来擦难清洗的泥膜一下就干净了呢。还有这个一刻时光洗面奶你不要吗？我自己新买了一瓶。这个是纯氨基酸的吧，挤硬币大小搓搓就有很绵密的泡泡啦，早晚用它洗脸，脸蛋就干干净净啦。